欢迎你和我们共度好消息时间，看好戏，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人生。其实这一套剧集一路走下来，我一直在等一件事，等什么呢？到底老孙什么时候要向若男求婚呢？他会不会向他求婚呢？像他这样子一个，照他自己说，一个大老粗，又活到60岁了，这个到底要怎么求婚呢？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？这个恐怕跟年轻人的鲜花、巧克力啊、夏威都不一样。这一集节目里面，老孙终于说了，你要不要猜猜看，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会怎么表达，然后那会是一种怎么样一种温馨的味道？开心。穿的那个红色旗袍好漂亮，哎呀，对的，对的，来，看可不可以借我穿一下？没问题，赚到了，谢谢。好棒！我要出去透透气，你们继续吃，继续聊。哎，各位，哎，吃喝，哎，尽量吃，尽量喝。老孙小馆今天晚上无限供应，好吧？来，好，来，去楼下，去楼下。马姐，你刚刚在跳舞的时候好漂亮，好迷人哦！赞！谢。帅哥，你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帅哥。你今天晚上煮的菜太赞了，太好吃了，我还要再吃。怎么样？今天晚上陈国展没给你漏气吧？怎么会漏气嘛？跳得好棒哦！哎，老师都吓一跳，你不相信吗？这样就好。我总觉得我这个老粗配不上你。你为什么老要说什么老粗不老粗的嘛？我本来就是老粗啊，17、18岁应该读书时候拿枪杆子去了，现在呢？又拿面杆子，哪像你啊，又会写书又会画画，我本来就配不上你了。很多事情只有成不成，没有配不配的。你看看我跟我的前夫，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人家也说是金童玉女啊，可是现在呢，这个城啊，我倒是真有这颗心，
我只是怕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都这个岁数了，很多事情都是了然于心了。不过我跟你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我还有孩子，总得先跟他说说。对，孙贝贝老师慢半拍哈、哦。对啊，哎，都是妈妈在教他。哎，这样拍不错哎，可不可以弄大一点？调大一点嘛。再会用。张凯，先不要冲动了，好好跟嘉欣说，他也许是有事才会这样。你看他这样。今天是妈的成果发表会耶！好好好好好，总而言之，你先问清楚嘛，好不好？大小姐。分明是不给老妈面子，你明知道今天是妈的成果发表会，你迟到就算了，你还给我早退哈！大小姐，我今天没心情啊，怎么样？没心情？我看你是要破坏妈的好心情吧？你难道不知道今天妈要跟孙贝贝一起表演吗？要。看来你是迫不及待要见那个卖面的，当我们的新爸爸喽。我就不知道他有什么好，凭什么进来这个家？卖面的有什么不好？他对妈很体贴。妈生病的时候你在干嘛？你过着谈女的恋爱。张凯，要不是孙贝贝每天嘘寒问暖、跟进跟出的，我看妈的忧郁症到现在还好不了。再怎么样，他也没学历啊，还不是长得粗一个。嘉欣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人家孙贝贝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，可是啊，他跟妈也认识十几年了。两个人又谈得来，像他们这个年纪谈得来应该是最重要的啊，学历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吧？就是说啊，光是为了陪妈跳舞啊，人家都费了多大的功夫啊，更何况你还每天吃人家做的菜。看来你们根本就吃人的嘴软，没出息。没出息？你说是没出息？你每天跟那有夫之妇在一起，你最有出息啊！你出息嘞，整天一直想骗老妈的棺材本，搞什么慈善啊？你看老妈多少钱，你自己说。你说了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都给我坐下。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这么早告诉你。既然你们都已经说开了，我今天就告诉你们好了。孙伯伯今天跟我求婚了。妈，你答应了？嘉欣啊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孙伯伯呢？以前你有心事不敢告诉我，你都去找孙伯伯诉苦。我记得上一次你被那个姓王的欺负，也是你去找孙伯伯求救的，不是吗？可是那时候你又没有说你要嫁给他，而且再怎么样他都配不上你啊。你看你学历又比他好，而且你还当过广告公司的主管呢。有人说婚姻像买鞋子，别人是用看的，可是穿是穿在自己的脚上，只有自己知道他合不合脚，舒不舒服。所谓的速配，就是两个人只要谈得来，互相的扶持，就是速配啊。妈，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嫁给他啊？不，你不可以嫁给他。以
妈现在的身份，谁也不能够阻止她结婚。可是爸爸，笑话，是爸他自己要离婚的，他还在外面跟人家结婚生子，凭什么让妈为他守节啊？不是啦，爸已经跟那十八姨离婚了，小孩子也死了，爸现在得了癌症末期，医生说他只剩下三个月了啦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就前几天的事啊，爸打电话约我出来见面，他说他希望妈可以答应让他回来，我本来要讲的，可是这几天我看妈跟孙贝贝越来越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才好。他是说他想回家。爸也太逊了吧，被人家抛弃了才想到回家。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爸？再怎么样他都是我们爸爸。当初要离婚是他死逼活逼我让我签字的，他现在生病了，他要回家，你们说说好了，我该怎么做？可是妈，他现在除了我们，他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他现在真的好可怜哦，妈。我看啊，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去看爸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好了。这实在是一个很难解的习题哈，像若男这样的角色，真的觉得很辛苦。他的一生过去30年的时间，和这个男人被牵在一起，以至于这个男人所有的问题他都要去解决。而30年之后，这个男人选择离开，离开之后呢？几年之后，他病了，老了，病了，没有婚姻了，没有孩子了，没有财产了，没有健康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现在他要回来，人到底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呢？其实爱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。他说爱里面有包容，爱里面不计算人的恶，但是诚实的说，人的爱要走到这一步不容易。戏的最后，若男走回房间里面去，他说那句话，当初要走是他逼我签字的，现在要回来又是他自己说的，那我呢？我可不可以有我的想法呢？对两个孩子而言，当然这是更难解的一个习题了。没有爸爸生病了，癌症末期这个事件出现，儿子张凯他是很支持妈妈再去寻找生命当中的一个新的幸福，能够有孙伯伯照顾他。但是当爸爸的这个变数投下之后，儿子态度也说至少先去看爸爸吧，那不然怎么办呢？就是爸爸呀。父母对儿女说，再坏也是我生的，儿女对面对父母也必须去面对这样的事情。但是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继续能够往前走呢？明天还有一集的戏，我们要来看看到底这个戏的结果会是怎么样。不过今天在这集戏当中，我想要跟你谈的是另外一个方向。我觉得啊，编剧为若男写了一句台词，我觉得写得很棒。他说，结婚就好像买鞋子，别人都是用看的，鞋子摆在店里面，别人都是用看的，但是自己当事人呢，不是用看的，有哪一个人买鞋子看一看就买了？不是，鞋子是用穿的，所以要去试，只有自己去试了之后才知道，只有当事人知道到底合不合脚，到底适不适合我。
别人都是用看的。所以女儿在那里叫说，妈，可是你看你们的学历也不对，经历也不对，你比她学历又好，那个经历又好，你过去的。但是妈妈说，你们都是看这些外面的东西，可是婚姻像鞋子，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合不合适。的确是这样子耶，这些年在教会里面做婚姻辅导，碰到过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事情。很多年轻人都从一些外面的条件，其实不只是年轻人，包括做父母亲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替孩子们选对象，或者是我们手上抓着一个同意权，孩子们谈恋爱，我们同意权抓在手上，我点头或者是摇头，但是我点头或者摇头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孩子们找对象原则是什么呢？我还是要提说，这几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几个重要的原则。其实外面的很多条件有没有影响呢？当然有影响，可是关键是什么呢？几方面。其实在面对选择偶的时候，真的几件重要的事情，两个人的价值观一不一样，两个人的人生里面那个意向是不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，他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，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婚姻，不会有两个人所对婚姻的期待完全一样，但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，能不能够找到这两幅图画可不可以渐渐对焦，对焦到最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共同有一个婚姻蓝图，这是我们所要的，而不是你要你的我要我的。婚姻里面外形登不登对啊，学历是不是能够相称，家世背这些东西有没有影响，当然会有影响，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说，这两个人可能外形也真的，家世也相配合了，学历经历各方面都合适，可是这两个人要的婚姻是不一样的，这两个人怎么走下去呢？婚姻里面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。一旦结婚了以后就发现，其实很少有夫妻是会为学历吵架的，也很少有夫妻是会经历吵架的，很少有夫妻是为你的眼睛漂不漂亮吵架。那些我们婚前觉得很重要的东西，其实婚后很少有人会为那样的事情吵架，但是婚后却常常可能会因为一些价值观吵架。价值观小到今天走在马路上，做丈夫的看到有一个人要钱，给了100块钱，太太可能会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要给他钱。做丈夫的开车在开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有人在那里卖玉兰花，丈夫的把这个窗户拿下来买了一串玉兰花，为此可能夫妻会吵架，因为两个人想法不一样，不一定是谁小气谁有钱。我太太就非常反对我在马路上买玉兰花，她的观念是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你买玉兰花只是让她觉得说有人买她就会继续做这件事，那个多危险啊，站在那个快车道上面，她说你这样会害了她，你知道这就是价值观啊。夫妻中间常常为很多这种很小的事情会吵架，这种东西如果不解决，累积下来就会变成婚姻当中很大的伤痕。婚姻里面更重要的可能不是外面的东西，是价值观。婚姻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角色，彼此肯不肯去承担角色。若男的婚姻失败了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在这套戏当中比较少去面对一件事情，是若男为他婚姻失败去面对我应该怎么重新去调整我自己这个人。我的丈夫一辈子是这样一个扶不起的阿斗，除了他自己要负责任之外，有没有一些是我的责任呢？你记得有一集节目里我们谈到说，如果若男30年的婚姻生活不断地替他的丈夫收拾善后，不断地为他去承接那个他丢下来的烂摊子，我都替你去总结，难怪这个男人会一辈子做小孩子。若男也需要去面对说，一次失败的婚姻不会只有一方需要改变，我愿不愿意去承担我的这个部分，我的角色。若男和老孙可能学历不对，经历不对，条件不对，外形不对，但是如果老孙是一个在这个家庭当中一路走来一个看不见支持的手，这是一个角色。其实你不觉得吗？
老孙一直在做这个家里面一个男主人的角色。若男这个做妻子的有需要的时候是找谁？不是找他的丈夫，是找老孙。儿子事业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是找谁？找他爸爸，不是，是找老孙。女儿感情上受挫被伤害的时候，哭的时候，无助的时候是找谁？找爸爸，不是找爸爸，是找老孙。其实老孙不是一直在这个家庭里面扮演着一个男人该扮演的角色吗？为什么他有机会介入到别人的家庭里面，成为一个该扮演丈夫的角色、父亲的角色呢？因为原来扮演父亲的、扮演丈夫的角色的那个人失职了。但是好像若男说的，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不是也是金童玉女吗？别人觉得他们门当户对，学历、经历、外形什么都登对。所以你不觉得吗？真的肯不肯承担责任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也有一些观众朋友看这出的戏，你也会面对你自己的婚姻、你自己的家庭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每一次看戏如果只是看完了走开就算了，这出戏对我们的帮助不大。就好像我在教会里面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，不能够好像雅各里面说，圣经像一面镜子，看到这面镜子里面看到我自己，看完了以后关起来走开忘了，那个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。人生如戏，如果在这些短剧当中你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，接下来恐怕我们需要面对的是，那我怎么样可以不走别人已经失败的路？我还是要说，因此我们需要神。你不能只是知道，看老孙我知道他的问题，看之浩我知道他的问题，看这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的问题我都知道，问题是那些问题如果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有没有可能不走别人失败的路呢？上帝祝福你。我还是要说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不只是能够把事情看清楚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可以不只看清楚问题在哪里，而且找到生命的出路，会经验改变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如果你也正在面对你的婚姻问题、夫妻问题、亲子问题，这台戏不应该只是让你觉得说，是，我也是这样。这个节目盼望带你到耶稣面前来，因为在他耶稣基督里面，不但有光看得清楚，而且有路有答案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主耶稣，你说你就是道路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在你里面就有路。我为现在在电视机前，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正在面对他的婚姻问题、他的夫妻问题、他的亲子问题，我求你施恩，让这台戏不只是让他们看到说，对对对，我的问题就是这样。他们不能只是知道我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他们需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答案、找到路、找到人生的出路、婚姻的出路、关系的出路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路。谢谢主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路，祝福你，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陪你一起找人生的出路。上帝祝福。